你都去哪里做生意啊？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你敢有想过，你爸做内面啊，只有可能是普通人咯。你的意思是？是免紧张。我的意思是吼，你爸做内面啊，应该是门口先转世啦。所以你才超过一年拢还袂生啊？唔可能，怎有可能？哪会无可能？我等伊已经等几啊百年啊，我绝对袂听唔着的。我是专门接待你的天狗，原本我该吃死的狗二胎你，才够修炼心魔，想袂到我运气这么好，带着我哥去转世，我这就回家了。